主料，牛柳300克，菠萝300克，辅料，橄榄油、生抽、白糖、蚝油、生粉、胡椒粉、洋葱、鸡精、香菜、盐、香菜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牛柳切薄片之后，用少许生粉、生抽、白糖先片刻备用。锅烧热，倒入适量橄榄油爆香洋葱，盛出，再倒入少许橄榄油，倒入腌好的牛柳翻炒，加入少许盐、蚝油、白糖炒均匀，将切成小块的菠萝加入炒，炒均匀之后再放入洋葱，放少许鸡精，勾生粉煎后，加入香菜，熄火上碟。烹饪技巧，其实牛肉炒菠萝也可适当加入少许番茄酱，味道会更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